提出问题的月薪当做问题解决掉。那么采取的错，而且这个方法上的话，居然是那种把学生家长叫来，而且给学生家长施加这种精神压力的手段，就是这是一种很龌龊的方法。你可以说，就是说，当党性和人性发生冲突的时候，党性所做的这些事情，犹如禽兽一般。那么，月薪现在所做的这一个步骤，到现在来讲，我还没听说警察在他的面前出现。当然，警察在后面一定会监控他的微信呢、啊，监控他的电话呀，各方面，还有他的家人这些东西。但是，作为其他的中国公民的话，恐怕你提出这种类型的，尤其比如是跟环保、污染、征地、拆迁有关的信息公开的时候的话，那么首先来找你的、给你回应的，不是那些政府的，就是说有关的这个部门，就是行政部门，而是政法部门，尤其是比如治安警察或者国保警察来对你进行这种压力。他会给你提出一个很荒谬的问题：你要公开你什么目的？这样的话，就似乎说你提出这些东西就是来捣乱的，你就是为了，就像刚才有一位观众打来的那个电话说，你就是来破坏稳定的，中国就是不能乱，就是一种党国的人，就党性化的逻辑，强盗式的逻辑。这样，那么许多的人因为提出这个，政府信息公开的问题的话，被打入了另类，那么他们在职业、升迁、就业、就学各方面，还以及家人的在这方面，都会受到这种类型的影响。月薪只不过是一个现在的即时出现的，就是在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典型案例而已。